还我正义！还我正义！妹妹，给我过来！杀他！妹妹在哪里？干杀不到了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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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！耶！救命！啊！好多尸体啊！章鱼！抓到了章鱼！哦，你真的是心狠手辣哦！我跟你讲，我是警长。快跑！两他妈的！给我狼！我想要杀人哦！哦，他完蛋了！操！哎，晚一点，等 CD 好，我们集合，先刀人。来演三刀吗？对，什么东西？来那个客房，来客房那边。哎，等一下。走，我们假装去修，然后等下直接三刀。卢哥，卢哥。哦，我一开始在观景台看，就是找星星，找完之后就有那个警报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过去嘛，然后过去的时候我就是大家都解完了。我一开始在阅览室，然后我刚按到那个讯息社，我跳出去回了一下讯息再回来，然后我在阅览室解完有内鬼跟核对身份，那时候警报太远了，后来我就没有去解。然后在客房我有遇到皇帝，那皇帝没有刀我，所以我保一下皇帝。对，那个蛋蛋侠想要杀我，我就跟他说我唱歌给他听，他就跑走了。OK, 皇帝的 show time 时间，我知道各位期待皇帝我的歌声已经非常的久了。OK, 那个这个部分啊，皇帝我就来唱个煎熬吧，哎，不是，唱个火烧，那叫皮囊，那他妈叫皮囊好不好？我刚刚啊，先往一开始就往下走，然后去那客房解完那个拼图跟贩卖机。然后之后后花园有紧急任务，然后就跑过去解完之后，我就去储物间，然后装那个水，然后就被叫到这边听一个傻子在这边唱歌。我开始都跟着军仔，然后到解完任务之后，我就去电力室，然后在电力室准备要解的时候才被叫过。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在监控室，然后后来我就去解紧急任务。解紧急任务的时候，我有看到四号，另外一个应该是八号吧，然后我看到如果跟妹妹死掉，我就想踩148。你妈空花者！我前面就打游戏机跟你走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在雨后花园，那你妈你还踩我干嘛啦？然后哎，军仔你不能讲话，应该是因为开录音，然后你又戴蓝牙耳机之类的，要戴那个耳机才可以录音。那我刚才人在哪里？干娘，我刚才人在哪里啊？哎，我刚才在。等一下，我忘记了，反正我不是狼。你要怎么搞？哎，那个皇帝现在在电力室，我们跟着他。皇帝，我想活命啊，救我啊！淹死你在。皇帝，我信你哦，皇帝。想小我？皇帝，我想要。你想要耍小？皇帝，跟着我走就对了，各位，跟着我走，八罗蜜。OK， 跟着我皇帝大哥走啊！跟着皇帝大哥走啊！你是真的法跟着我走就对了。OK， 跟着你走。哎，双刀，你去刀后面那个皇帝，我来。任务都解完了，我现在闲闲没事啊。杀！哈哈哈哈！你在干嘛？完了啊，那我。哦。我说我任务也破完了，我任务过完了。哎，等等去好，我们直接。然后我就在这边等。
那个，我踩一下，一二，双狼，然后四五，再出一狼，先票二号，因为我是工程师，结果西西给我从地洞跑出来，然后我是有看到军仔跟另外一个人在那边等，那所以我会先票二号，二号一定是狼，等一下先票二号，然后一四五，我听一下你们的发言。我贴好欸，我解完任务，然后我跟章鱼一起在那个等那一个拍桌，在等你们过来啊。I just sighed。 确定不猜我是小丑？看你俩。我是警长，我刚才票的那个三号他是狼人。刚刚我就在后花园，因为我得到警长之后在后花园，我就等谁敢进来，然后结果没有人进来。啊，接下来我就监控室，接下来我就一直看，然后从来都没有人。啊，接下来后花园门突然锁起来。然后这个小新突然出现在后花园，我就问他说是不是工程师，他说没有，我不是，我就直接毙了他，因为他不可能凭空从后花园出来，然后他又说他不是工程师，所以我就直接把他射掉了。我是警长，然后我刚刚在监控室。我刚刚最后一个任务是，就是我看一下，就是加工食物，然后我过完之后就一直在大厅等，然后那时候军长就过来，我不知道他是还在冷却还是怎样。我是铁好啊，那你这样讲就是二五双狼啊。嗯，因为六号是工程师，一定是啊。六号是工程师啊。梦姐真是工程师啊。他知道是警长啊，二五双狼啊。好，先出二啊，然后那先走二，然后五跟一看你们要选谁啊。反正我是铁好啦。我也是好的。加油！所以我现在是一五六，我要射一个，一六又踩了，那先走二，先走二。谁在跟我加油？干你娘，好难玩！啊，现在要解任务吗？那梦杰，那我就射章鱼啊！哎，靠背，我冷却还没。我去破，那我要破任务吗？还是怎样？先去破好了、啊，要完了哎、欸。看你啊，太敢了！我现在、欸、我感觉章鱼是被诬赖哎，我真的是铁好哎、欸欸。啊，我就真的不是，真的铁好哎、欸，我真的是好的、啊。也是，你他妈不相信我。我也是好的、啊，我觉得。来，我要射了。你射我，我就会掰开。我要射了，我要射了，我自动射的。好，我自动射。那你，干你娘嘞！白痴哦！太爽了吧！白痴哦！太爽了吧！不踩实体的，我来不及哦。为什么不放掉？太爽了吧！演示练的，好爽啊！演示军长，你知道刚刚怎样吗？军长，等一下，大安静，大安静。皇帝家跟我说，皇帝，等一下，皇帝跟我说，想活命就跟着我，然后三次长跟着他。